小姐豆豆。好了，刚刚也不说，我们先请她拍几张美丽的照片，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谢谢。欢迎最专业的代言人林濑遥小姐，今天亲自出席到台北来跟大家见面，成为 Lipia 全新的年度代言人。谢谢她特别来到台北重量级的贵宾，然后同时也参与 Seiko 65周年在台湾的记者会，时刻相伴，未来同步精彩。也请大家继续的 follow Seiko， 因为我们不断向前触动人心，并且永远领先一步。还没有结束，豆豆，可以来一点手势吗？或者是跟大家挥挥手？手を振ってみたりお願いします。好，非常可爱。好，让我们一起跟着 Lipia 共同转动崭新未来。谢谢，谢谢。好，我们也让他赶快跟所有台湾的粉丝、贵宾、媒体朋友阿姨三子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林濑遥。谢谢。我是哎，刚刚讲我数我应该来就会啥。哎，豆豆大家好，我是林濑遥。十对，谢谢谢谢。好，待会我们会有一些互动，不过现在我要告诉林濑遥小姐，其实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呢，既然来到台湾，她要成为台湾的一日行销部长这样的角色，待会要转换一下这个气质或是状态，来推广一下 Lipia， 待会儿。好，那我们先来颁发聘任书，再次的欢迎高桥先生上台，有请。现在呢，我们在大家见证之下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Seiko 台湾的一日行销部长林濑遥小姐。再次的有请代表许立毅社长兼 CEO 兼 CMO 高桥修斯先生为我们颁发聘任书。好，欢迎一日行销部长走马上任林濑遥小姐。好，一起拍照，一生的小心的那些吗？好，谢谢。好，请他们二位看一下右手边。谢谢，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的 hashtag， 多多的分享。左手边麻烦。哎，意大利有内什么事？哎，意大利有内什么？好，再来回到 center。哎 ，center， お願いします。中间后方的媒体朋友，哪边需要视线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手势啊，谢谢。再次的谢谢高桥社长。高橋社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好，我们让林濑遥小姐拿着她的聘任书来独照。哎，伊藤里小心，お願いします。好，请她展示一下的聘任书，也就是要担任一日行销部长，不只是代言人，所以她今天有两种身份，应该要有两种状态。好，谢谢她的光临，也让我们65岁的生日呢非常非常的光彩。好，谢谢，可以吗？嗨，阿里嘎多，我叫马斯达，谢谢。好啦，接下来既然都已经接下聘任书，那任务就要来了。嗨，部长。嗨，部长。请现在用部长的身份，行销部长的身份，好好的行销 Seiko Lipia 给台湾的朋友，动手。嗨，たくさんマーケティングして心を一つに、努力は必ず実を結ぶと信じて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嗨。我一定会呢，好好的来行销，并且呢齐心协力，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好，一起加油，业绩长虹哈，加油加油。这个既然是部长跟代言人，我还要再给他一个考验。现在请他用两种不同的状态来展示手表，先用部长比较霸气的感觉。哎呀，大舅哥，部长哦，现在是行销部长，嗨，部舅，动手，嗨。好，要帅一点，帅一点，卡酷的感觉。嗨，部长，好，要有点霸气的 feel。这个是部长的身份，一日行销部长。好，所以呢，感觉比较有威严，但是一样很有气势，很有气场。现在要劝起喽，请他变成代言人林濑遥。劝起，哎呀，三西嗨，起来呀，嗨，卡哇伊，好，稍微要改变一下气质，笑容要多一点。哎呀，哎呀，哎呀，都看山，哎呀！千举不就，哎 ，OK， 谢谢，厉害厉害，说换就换，不愧是千面演员，太厉害了，来就不得事啊，来就不得事，哎，好。
你的任务结束了，恭喜你卸任了啊！哎，啊，谢谢。哎，接下来就聊天了，聊聊天，聊聊天。好，首先想问他，这次来不太一样，因为以往当代言人就轻轻松松，但刚刚要比较硬一点，成为行销部长的感觉是什么？はい、そうですね。台湾でも部長になれて、はい。そしてアンバサダーにもなれて大変光栄です。一緒に台湾もまた盛り上げ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他没想到呢，竟然可以在台湾担任部长，甚至是还可以担任代言人哦。他觉得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光荣。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努力的把台湾一起跟大家炒热起来。一定要的。那当然呢，这个也是跟 Seiko 多次合作，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拍广告的时候，还有就是他刚刚提到首次的担任台湾 Seiko 代言人的感想，成为我们 Lupia 系列最美的代言，他的心情是什么？可以再跟我们补充一下。はい、そうですね。台湾の皆さんもやっぱりこう働く女性や日々の生活をもっとこう輝かせたいと思っている方がたくさん皆さん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ので、このこう後押しになれ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因为呢，我想在台湾非常多的女性朋友们也希望在职场上可以过得更快乐、更发光发热，所以我希望呢，在后面好好的支持他们。是，跟 Seiko 合作应该非常愉快。拍广告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刚刚看里面好美哦。CM 撮影ですか？あ、CM 撮影。そうですね。はい。今回ちょっとルキアがゴールド、ベリーゴールド。なんだろう、大人っぽく。結構自由に動いてっていう撮影も多かったので、優雅に見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した。这次呢，在拍摄当中也是佩戴这次 Lady Gold， Lady Gold。那这次的拍摄当中，他觉得呈现了成熟女性的魅力，并且呢，在拍摄中其实是蛮自由，可以下去发挥的，所以相当的开心。是，而且拍出了这个完全有独特女性的美感。谢谢你的代言，让我们这个产品一定会业绩长虹。请问一下，他赶时间吗？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吗？有一种意犹未尽啊！他就跟他上椅子，快点，不要让他反悔。我们再跟他多聊几题，因为呢，今天在采访之前，我们邀请了很多媒体朋友说，哎，有没有什么最想了解林濑遥小姐的事物啊？都说，哎，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简单的问答，再进一步了解这次代言 Seiko 的感想、Lupia 的感想，还有就是台湾朋友对他的一些好奇心。来接吻他，哎，那我们就开始喽。好，这里有很多题哈，随便吗？有没有什么喜欢的顺序？那怎么的？嗨，没关系，随机。没关系啊，好，好，那我们就照彩排的第一题来，好吧？好，对日本人还是规矩一点，哎，帮忙一下，来。第一题哦，这个好，这个也是基本题哈。其实林濑遥并不是第一次来台湾，但每一次来，也许有一些新的体验。此刻的他，2019的哈鲁卡桑最喜欢的台湾美食是什么？哎，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小籠包、はいです。依旧です。虽然有很多样，但是还是小笼包。它的分量大概可以吃多少？像我们大概一笼、两笼啊，哎，大概就有饱足感。嗯，なんかお店によっても小籠包って結構大きさが違うなって。感じたんですけど、そうですね、小さいのだと13個ぐらいはいけますね。因为他有觉得说去每一家店，其实每一个小笼包的大小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是小口一点的话，他一个人可以吃13个。才13个而已啊。啊，だけ？啊，もう30はそうですね。33個いきます。え、我可以吃33个。突然间又改答案了，变33个。好了好了，小文，我们还是保持她美女的形象，13个刚刚好哦，不会太胖，刚刚好。谢谢你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哎，我来跳题好了，来这一题。哎，这个好，有没有哪一只的 Lupia 手表对你别具意义？嗯。嗯，やっぱり時計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で、気持ちがシャキッと背筋が伸びるような気持ちもありますし。あとはやっぱり自分の好きなデザインのものをつけることによって、おしゃれできるものにプラス何かが加わって、女性としても気持ちがアップ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佩戴 Lukia 的手表呢，除了可以让我有一种戴上表之后有一种利落感，并且呢好像很想要挺胸的感觉，那么以女性的身份来讲，当然佩戴上这么漂亮的表呢，就会觉得说哇，自己好像在女性上面更有魅力了，然后在女性这一块也会变得更快乐。是非常好的分享，也提醒她尽量用左手拿麦克风，这样手表露出的机会会多一些。哎，我们一样，哎哎哎 ，say call， 哎，接下来下一题，好，哎，请问，哦，这题很棒，这个是可能很多他的粉丝特别想了解的，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演员，成功的艺人，那女生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像她一样又丰富又精彩？有没有属于哈鲁卡桑的一些生活的哲学？嗯，そうですね。まずはやっぱり小さなことから。前向きに楽しむことだと思います。我觉得是可以从一些小小的事情，然后用积极的态度，并且呢，可以享受当下。嗯，可以，比如说举例一下嘛，他自己怎么充实自己啊？啊なんかこう何か、啊、何かあった時のことをそれをあって思うのか、まあこれでよこれぐらいでよかったってこうポジティブに考え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で、その一日の。比如说一整天的一个度过方式呢，碰到某些事情，你可以用比较消极的态度，就觉得啊，可是呢，我们换种角度，让他积极正面一点的态度的话，你的一天可能又会过得更不一样。对，有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日文怎么翻？モノコトヒドケ，嗨，モノコトヒドケ，嗨。对不对？一下觉得、啊、很沮丧，转念一想，其实人生还是有很多机会跟可能，这就是他成为巨星的原因。他常常会有自己自我疗愈的方式，自我提升的方法。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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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わかんない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はい、OK です。好，接下来看下一题。好，我们看下一题。哦，这个好，也是我们很想了解的。不拍戏的时候的林濑遥都在做些什么休闲活动？はい。难得来，请他多讲几个，看能不能讲28个。28個。はい、頑張れ。映画見たり、ゴロゴロしたり、お料理したり、掃除したり、洗濯したり、友達とパン食べたり、あと喋ったり。干嘛呢？可以 shopping したり，嗨。哦，好，我们先让翻译老师翻译一下。我看个电影啊，然后在家滚一滚啊，然后去逛个街啊，休闲一下啊。哎，以他这样子大明星，这么多人认识他，他出去逛街不会很麻烦吗？我以为他的休闲生活都关在家里。会出门的，真的，大概都会去哪些店？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吗？求偶遇。なんでしょう？なんか。就那里。他还真的想要讲出来，这人实在太天真了。他什么地方都不会去，他只会去很多 Seiko 的专卖店。说的是，只有一个答案。OK， OK， 嗨，好，再来一题。One more。来就你说。OK，OK，OK， 你喜欢哪一个？哦，该不会是有翻开的这个吧？哎，对，就是这个。好，请问台湾的春夏秋冬，刚刚因为总经理有提到我们会有四季的表，所以特别问了这一题，他自己喜欢哪一个季节？哎，そうですね。今はすごくいいですよね。きっと，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很怪，要热不热，要冷不冷的。哈鲁。嗨嗨，秋冬一直是哈鲁。哈鲁。嗨，日本的有冬哈鲁。啊，喜欢春天。哦，那如果是日本，他喜欢哪个季节？啊。哈鲁はでも好きですね。哈鲁も好きですし。哦。嗯，過ごしやすさで言うと秋も好きです。在日本的话也非常喜欢春天，但是好度过的日这个季节的话，秋天也不错。那哎，糟了，题目问完了，我们今天只有5题的扣打，还有时间吗？好，我们再从第一题聊起哈。最喜欢的台湾美食是什么？不是，你不会只有小笼包吧？应该有吃点别的东西啊。哦，豆花。就问出来，豆花。豆花。豆花，姜汁
生酱汁的。好，谢谢。哎，对对对，喜欢甜点，谢谢。好，还真的从第一题聊哈。那哪一只 Nokia 手表对你最有意义？没有了，没有了，结束了，结束了。好的，非常谢谢林莱尔跟我们的分享，希望大家借由简单的交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位美丽的代言人。他很天然，然后他也非常的敬业，而且重要的是他很有生活感。很多巨星都躲在家里，他不会哦，他还是会勇敢的出去跟大家交流。最后呢，请他跟我们台湾的女性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哎，谢谢。嗯，请他跟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厉害的女性。やっぱりまずは時計を身につけるところ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首先呢，当然就是要佩戴一只表了。哎，好，那首先之后呢？つけてからはやっぱりこの相棒とともにですね、なんだろう、日々を丁寧に前向きにできることからちゃんとやっていくこと。然后呢，佩戴这个爱用的表之后呢，就要每一天我们要更向前，积极的生活。好，谢谢你，也希望 Lukia 陪着所有女性，陪着林濑遥继续的向前迈进，度过每一刻精彩的时分。谢谢林濑遥小姐。谢谢。好，最后要不要再跟大家说几句话？好舍不得哦，就这样离开了。嗨。啊，把你所有会的中文都讲出来，加油加油。结果就讲个豆花，小龙。フーツータ。すみません。谢谢大家。他刚讲什么？就他刚讲什么大富？大富。谁是他的中文？大幅に大幅度的大幅度大幅度大幅度。请给我们，请给我们，请坐，请坐，他。可以请他的中文老师去罚站。谢谢。你重教一次，你问他到底想讲什么？你问他重教一次。哇，大幅度，大幅度，大幅度什么？前文不对后语。没有，他只是纯粹就是记了大幅度这个单字。哦，他真的把他会的中文都讲出来了啦。哦，那他现在是部长的身份，因为只有部长会讲说我们的业绩要大幅度成长。没修，没修，大幅度呢？大幅度的，而且我挺开心，挺挺过目。他把他所有类似的中文都讲。所以我向您提案，将两间日本分公司的分别供货进货交给我公司统一管理。我有听懂什么管理啊？向您提案啊，日本分公司啊。哎，是不是拍戏有用到中文啊？对不对？应该是在讲戏里面的台词，好像有某一部戏。太多了，那个问的谁什么都会。啊，好厉害哦！早知道刚刚都用中文访谈就好了嘛。好了，我们再次谢谢最佳代言人，也是我们的行销部长傅秋。我是刚才说的啥？谢谢，谢谢，谢谢，祝你大幅度的走红。大幅度。阿里嘎多，格奈玛莎，谢谢翻译老师。好啦，今天真的很开心，在温馨还有欢乐还有怀旧气氛当中，我们共度65岁的生日。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和贵宾对于 Seiko 的支持。大家离开之前记得到走廊参观一下，包括我这。